商务部市场运行司负责人17号说，上半年国内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，预计下半年将保持平稳有升的态势。商务部市场运行司负责人表示，上半年消费市场主要呈现出几个特点，基本生活消费旺盛，上半年限额以上单位日用品、中西药品、粮油食品和饮料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4.1%、10.9%、10.4%和9.9%。服务消费稳健发展，上半年全国餐饮收入同比增长9.4%，全国居民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同比分别增长10.9%和9.5%。